我们在主里面的话，我们特别的，我们期待神复兴我们，靠主欢喜。所以靠主欢喜复兴我们是一种向神的祷告，是一种祈求，是一种向神祈求灵命复兴。所以灵命复兴是需要祷告，需要向神恳求的。那灵命复兴在这里提到第四节，拯救我们的上帝啊，求你复兴我们，这是一种的复求，求主复兴我们。你不再复兴我们，使你的子民靠你的欢喜吗？这是一种修辞的手法。那答案是很肯定的，神必要复兴，必要让我们能够靠他欢喜。第七节，耶和华，求你向我们施慈爱，拯救我们。所以这都是世人大卫在这里向神的一种的呼求，向神的一种的祈祷。所以灵命复兴，首先的我们要着重祷告，而且着重向神祈求。那这里提到的是一个的前提，所有灵命复兴之前的一个前提，或者是至少有两个前提，就是如果我们要向神祈求灵命复兴的话，那首先我们要察觉到我们是在一种灵性的低潮里面。灵性的低潮有什么症状呢？你感冒，有咳嗽，有流鼻涕，有发烧，这都是症状。但是属灵的身体如果有症状的话，这个身体有症状的话，属灵的生命岂不是也有症状吗？当他生病的时候，到底灵性低潮是有什么样的一种的症状？而且我们只有在察觉到自己在灵性的低潮里面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病了，而且我们需要找医生，我们需要向神复求。所以诗篇二十七篇的第九节里面，诗人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发怒赶住仆人，你向来是帮助我的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也不要离弃我。所以诗人在这里是一种向神的哭诉，向神的祈求，因为他感觉到他是在一种的灵性的低潮里面。这种的灵性的低潮，我们可以从一个教会，也可以从一个个人的层面来到开始说起。当然教会的复兴走出灵命低潮，也是从个人的复兴，个人走出灵命低潮开始的。那这就是牵扯到灵性低潮，就是一种与神的关系。我们的信仰是一种强调与神的关系的一种的信仰，是一种垂直我们与神，也会影响到平行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灵性低潮也会影响我们与弟兄姐妹与其他人的一种的相处。所以我们首先要看见的就是我们个人与神的关系是否处在一种灵性的低潮里面。这是一种的感觉，这是一种的感受，因为你觉得你离神很远，好像跟神的距离很遥远。所有的关系我们都察觉，我们都知道，当这个关系疏远的时候，你是知道的，你是感受得到的，你是察觉到的。同样的，与神的关系你也是能够深深的感受到的，你与神的关系很遥远。甚至你像这个世人一样，他怀疑神，他怀疑神离弃他了，他怀疑神丢掉他了，他怀疑神没有帮助他，向他掩面，不看顾他。所以他感觉到神已经离开他了，就是一个在灵性低潮的人的一种很痛苦的感受。至少我们可以肯定一件事情，虽然他是在灵性的低潮里面，但是这个人他是
经历过神与他亲近的甘甜的，他是曾经享受在与神的距离很靠近的那种的美好里面，只不过如今他再也感受不到这样的一种的亲近的关系。所以灵性低潮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多少都会走过的一个光景。当我们在灵性低潮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曾经与神很亲近，我们曾经与神的距离很靠近那种的甘甜。我们先给自己一个的肯定，我们只不过现在生病了，我们属灵生病了，所以这是察觉灵性低潮的一个第一个症状。然后他提到诗篇42篇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是牵涉到个人情绪的方面。前面提到的是一种与神之间的关系很遥远的感觉，另外这里提到是一个人情绪上的烦恼、忧闷、沮丧、紧张、不安。在这本书《灵性低潮》翻译成为中文是灵性低潮，但是英文叫做 Spiritual Depression， 属灵的忧郁症，把它翻译成为灵性低潮。仲马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提到有的基督徒长期在所谓的 spiritual depression 里面，他指的其实是这一种灵性低潮的光景。他与神的关系很遥远，他与神关系并不亲近，而且他很明显的在他的情绪上是很郁闷的、很烦恼的、很沮丧的、毫无喜乐。好像在这里提到笑脸帮助我，在他脸上看不到一丝的微笑。仲马田说到这样的基督徒的光景成为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最大的拦阻。他说我们整天愁眉苦脸的，连非基督徒都要远离我们，连非基督徒都不要靠近我们，因为我们太愁了、太苦了，因为他们从我们身上看见原来当基督徒是这么样的苦的，你还要我来教会吗？我不是苦中加苦吗？所以这些弟兄姐妹长期的在这种的沮丧、没有喜乐的光景里面。所以仲马田提到我们基督徒如果真是要能够吸引人的话，我们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人，我们是应该是一个在情感上我们可以有微笑，我们可以很有把握，我们可以很安全感的这样的人，能够吸引人来到，真是想寻求到底你喜乐、你欢喜的原因是在什么的地方。我最近听 Family Radio 的时候，他们重复的在播一个小段，他就提到你觉得空虚吗？你是不是很想念回到教会看见那些笑脸迎人的弟兄姐妹呢？看见那些 smiling face。 我心里听到的时候，我就在想，是的，我是否在教会里面是一个笑脸迎人的人呢？还是我是一个愁眉苦脸的人呢？人家想念我们在教会里面所有的这种的喜乐吗？这种的笑脸迎人吗？我刚信主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什么都不会，也不会领会，也不会唱诗歌，也不会带祷告，也不会带查经。那我想到做什么呢？你知道一般上安排这样的人做什么吗？做招待Usher。所以我就被安排做招待，我什么都不会，我可以做什么了？那你去招待了。
后来我先慢慢的发现，在教会里面做招待不简单，你需要笑脸什么迎人啊。如果你是愁眉苦脸的话，我进来的时候我已经够苦了，再看见你的苦脸，我今天且不是更苦吗？所以我就想到做招待绝不简单的，我们需要喜乐，我们需要有那种的感染力。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看见招待，如果招待有喜乐的话，这个教会有靠主喜乐的生命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卖笑或者是强颜欢笑，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生命里面复兴我们，特别是我们当招待的那一天，求神让我们满有从主而来的喜乐，求主的喜乐丰丰富富的充满我们，让我们真是从心里面露出我们信主因救恩而有的那种的喜乐。所以察觉灵性低潮，你发现你与神的关系很遥远，你脸上没有一丝的微笑，你不喜乐的时候，那表示多少可能是因为你在一个灵性的低潮里面。第二个前提就是我们要祈求灵命复兴，就是我们察觉到自己灵性低潮了，我们病了，我们渴望能够灵命复兴。如果你心中没有这种渴望的话，如果你不希望复原的话，并得到医治的话，那你根本是不会向神祈求灵命复兴的。所以我们首先需要从心中有一种的渴望。所以诗篇五十一篇十二节说到，求你使我忍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所以诗人在这里，他知道他情绪上是在一种忧郁，在一种烦躁，在一种的不安里面，他向神祈求救恩所带给他的喜乐，他求神的灵来到扶持他。这种的喜乐是因为救恩而来的。弟兄姐妹，我们无论如何 的生活上的难过，无论工作家庭各方面你遭遇到多大的困难，至少我们每一个人知道我们仍然可以因什么呢？救恩而喜乐。无论你在高峰低谷，你的救恩永远不变，因为它是扎根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所以我们永远有一个喜乐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救恩。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向神复求，求神不要让我愁眉苦脸毫无喜乐，求神把笑脸多多的嫁给我，让我心中有从神而来涌出来的那种自然，那种从神的救恩而来的喜乐和快乐。在情绪上，我们要脱离这种的忧闷，这种的烦躁，这种的沮丧，求神帮助我们。而且在诗篇六十五篇第四节这里提到，你所拣选的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的居所，你的圣殿美福自足了。这是在与神的关系上面，我们应对与神亲近，我们就满足了。你看这个诗人他说，我能够在你的院中，我能够在你的居所，在你的住处，你亲近我，我心里就满足了。这是一种对神的灵在的渴慕。虽然外在的环境也许是那样的恶劣，但是因为神的灵在，因为他知道神与他亲近，他
他就觉得很有福气，他就觉得很有喜乐，因为神他而满足喜乐。我觉得我们服事的人应该是要有喜乐的。我从前教会有一个弟兄，他是一个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秘书，他的样子，他长，你们知道什么叫八字眉吗？八字眉，这个眉毛就是什么了，向下的。那八字眉的人看起来就是很愁，对不对？因为他眉毛向下，他看起来就是很忧愁。但是我们这位弟兄，他当秘书，他从来不会让人觉得忧愁的，因为他总是可以怎么呢，很笑脸的来迎人，他总是可以很喜乐的 来跟弟兄姐妹对话，来做事情。我们看见的不是他的八字眉的愁苦，乃是他的什么呢，那张的笑脸，那一种的喜乐。他的名字也很有趣，我觉得真是取得好。大概他父母不信主的时候取这个名字，还不想到后来原来他儿子可以有这么喜乐的。他的名字里面有一个字，喜字，喜字，多好，喜乐，喜乐。我们看见弟兄姐妹可以因什么呢，神而有的这种的喜乐，服侍他的时候，因神的亲近而满足。那诗篇第六十九篇的十八节里面，诗人刚才我们读了，求你什么呢，亲近我，救赎我。这是一个在灵性低潮的时候，我们不允许自己停留在那种的光景里面，我们向神祈求，我们渴望复兴。这样的一个祷告其实很简单，没有花言巧语，没有很华丽的字眼，就是很简单的求你亲近我，求你亲近我。我喜欢儿童的祷告，有一些的牧者他专门收集儿童的祷告，然后有些的儿童就把他们的祷告事项写下来，然后寄给这些的牧者，然后牧者就为他们祷告。然后牧者收集的这些祷告里面，我选出五个我觉得最可爱的，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第一个，亲爱的上帝，我妈妈告诉我，地球上的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想西兰花broccoli 就是你的谜团之一。这儿童的祷告其实很清楚的，他不要吃什么西兰花，对不对？他就是不喜欢吃 broccoli， 他就是不喜欢，你知道他不渴望 broccoli 了，这样的一个祷告里面。第二个祷告，亲爱的上帝，请让我的父母理解，如果我不吃沙拉，我在学校会表现得更好。你很清楚了，这孩子什么，他就不喜欢吃 salad， 他不喜欢吃蔬菜，更别说 broccoli。 那说祷告里面，他就向上帝祈求，很可爱，他就毫无隐藏的就告诉你他不喜欢什么。哎呀，这些天真可爱的儿童真是有趣。我们再让你看这个下一个，这个孩子他有不喜欢的，他也有喜欢，他在两难之间。我们来看一下他两难之间是什么呢？亲爱的上帝，我需要你使我妈妈对猫不会过敏。我真的很想要一只猫，但我也真的不想让我妈妈搬出去。这孩子好难过啊，这里面有一股的张力啊，猫还是妈妈他真是很切祷告他很想要一只猫，他也不想让妈妈搬出去你看这孩子是不是很真诚的祷告呢
啊，我就想到有时候我们祷告也是这样哈，就在上帝的面前哈，毫无隐瞒的，上帝都知道我们要什么什么，不要什么了哈，没有华丽的字眼，很诚恳，很单纯的哈，那前面都是不要的哈，中间很难受哈，想要又不想要哈，那后面的哈这两个是很想要的哈。亲爱的上帝，你愿意给我一个小弟弟吗？我想要一个可以发号施令的对象。Would you make me a little brother? I want somebody to boss around. 好可爱啊，当小弟弟的，最小的这个他的难处。要不想当最小的，要当大哥。很想当大哥，很想当大哥。好，最后一个。这是一个什么样呢？这是一个 bedtime story 的时候，然后这个孩子要睡觉了，妈妈都会跟他一起祷告。那祷告的时候孩子说什么呢？主啊，请保佑妈妈和爸爸。哎，真好，这孩子请保佑妈妈和爸爸。还有一件事，上帝请给我一辆新的自行车，而且他说得很大声哈，在这里不方便说得很大声了哈，但是你可以想象，给我一辆新的自行车，妈妈就觉得很奇怪哈，儿子啊，上帝没有聋啊，干嘛这么大声啊？那儿子说什么了哈？我知道妈妈，但是奶奶在隔壁房间，她听力不好。哎呀，这孩子好可爱啊！原来祷告不是向前面是向上帝说的，是准没错了哈。后面要自行车的是向谁祷告啊？奶奶了哈，奶奶可以给他买什么自行车哈？所以奶奶听见了最重要哈。这孩子啊，他就是很清楚的，他不要什么啊，他要什么哈？我就想到，在圣经中有很多其实很简短、很直接的祷告，就像小孩子，圣经说到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来到父的面前。我举一些的例子，在圣经中像小孩子一样的祷告，很简短、很单纯的祷告。大卫，求你亲近我，救赎我。刚才我们读过了，大卫曾经说过，主啊，求你不要什么远离我。在灵性低潮的时候，就这么简单，主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求你亲近我。不要什么是很清楚的，要什么也是什么很清楚的，上帝都知道。主啊，救我。马太福音14:33，被公认为是圣经里面最短但是也是最有力的祷告。当彼得要行在水面上，信心不够，他要沉下去的时候，他呼求什么呢？主啊，救我。圣经中最短且是最有力的一个祷告。弟兄姐妹，灵性低潮的时候，你甚至无力说求你亲近我，求你不要远离我，就像彼得一样，主啊，救我，救我。主知道。诗篇60第一节，求你使我们复兴。求你复兴我们。大卫两次提到，在两个不同的诗篇里面都求主复兴我们。个人的灵性低潮，教会的灵性低谷，需要我们一起向神呼求，向神祈求。很简单，很单纯，没有华丽的字眼，也没有加以装饰的修辞。我读经的时候发现，路加福音11:1，在马太福音同样的这个主导文里面所没有的，但是只有在路加福音提到耶稣的门徒求主教导什么
我们祷告，然后才有我们所说的主祷文，主教导门徒的祷告，这个祷文原来是开始于基督徒向主求告，求主教导我们。原来祷告是要什么？教导的，不是你生来就会什么了，祷告的，不是你信主之后好像就自然的知道怎么祷告。原来祷告需要求主教导，即使是知道祷告的人要今生的祷告，也是要求主来教导我们。在圣经中有很多的这种 的祷告，我们可以学习，只是主祷文。那在今年的这个祷告会里面，我们也开始尝试学习如何祷告。那我们会看主祷文，我们也会看圣经中的一些的祷文，从中学习怎么样来祷告。我也在过去的两次的祷告会里面带领弟兄姐妹从历代的众圣徒身上学习他们如何祷告。我用卞银波弟兄，无名的传道人的作者卞银波弟兄，他所写的一首长诗，最后的路程，来带领弟兄姐妹一同的来祷告。今天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可以怎么样的祷告。我们复兴的祷告就是求主兴起20-30岁的同工，像来华的剑桥气节，像近代的炫道精英，虽然像提莫代那样的年轻，却已经被主使用。我们求主兴起40-50岁的同工，像马丁路德，像卫士理弟兄，突破黑暗的权势，带来时代的复兴。我们求主兴起60-70岁的同工，以丰盛的生命使别人的生命丰盛，以相通的心灵使众人都心灵相通。求主兴起80-90岁的同工，站在守望楼上，时刻带祷警醒，虽在垂暮至年，乃是不灭的明灯。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些历代的圣徒里面学习怎么样更好更精深的祷告。我自己虽然信主20多年，过去20多年的时间大部分都在花在如何的读经这件事情身上，受了很多很多的装备，但是我个人觉得一直觉得我在祷告上面不够精深，实在需要有很多很多的学习。所以从今年开始，我就立志向主祈求，求主教导我如何可以更好的祷告，如何可以在圣经中学习祷告，如何可以在历代的圣徒当中向他们学习如何祷告。所以我也邀请弟兄姐妹们可以跟我一样一同的在周三的祷告会一同的来学习如何的祷告。我再次的强调，祷告是需要学习的。我们若把教会的周三祷告会比作一个武馆的话，那武馆并不是召集一些已经拥有一身好本领好武功的人，那些一身有好本领有好武功的人来武馆，第一，若不是找人比武，第二，就是来踢馆的。武馆的设立是为了什么呢？那些不谙武功却有幸习武的人，拜是什么呢？习武，对不对？所以若周三祷告会是一个武馆的话，
我们众人就是来习武，我们众人就是来学习怎么样的祷告。我们祷告可以很坦诚、很真诚、很简短，不是花言巧语，乃是像历代的圣徒一样从心而发。你说我个人在家里面也有祷告，我也有很好的侍祷，请问你到武馆习武，回家关起房门练武，那是你的侍祷，那一定要做的。但是请问你来武馆习武，难道众人不一起排排站在那里一起 在学习武功吗？所有的武馆都是这样的，大家排队，然后 一起一拳一脚。同样的，在教会的周三祷告会，就是我们众人聚集在一起来到学习怎么样的祷告，你前我后，你一言我两语，就是这样，我们慢慢的把祷告操练起来。除了祷告，我们复兴的话需要勤读圣经，我要听耶和华上帝所说的话，因为他应许赐平安给他忠心的子民。所以在这里强调复兴的话，我们需要听上帝的话。所以赵牧师三个主日给我们挑战，挑战我们能够每日的读经，好像我们能够被神复兴，落实复兴，除了祷告还要每日的读经，不只是每日读经，而且要组团什么呢？读经，一起读经，不是个人的读，而且是一起的读。我发现我们都很会组团了，我们组各样各式各样的群组，各样的团，我们有美食团、踏青团、郊游团，还有网购团，对不对？需要十个人，然后送一个，买十送一，就找到十个人，然后可以多增加一个，我们就找十个人。我们都有很多这样的团，这种的群组。但是提到组团群组的时候，大家都兴致勃勃，哪里知道来了一个藏牧师，提到我们要组团读经，大家就什么兴味索然，鸦雀无声。张牧师你真是煞风景，破坏气氛。哎呀，我就想到过去的小组里面，我看见有些同工组长组团复议弟兄姐妹读经祷告，有时候回馈的就是这种没有什么样的兴趣。弟兄姐妹，我们要复兴的话，我们需要读经，我们应该是兴致勃勃，能够一起的读经，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我感谢神，我们赵牧师上次提到了这件事情之后，这个青林传道师母，他就马上就心动，也感动，也有行动，他就组了一个团，读经团，然后到今天为止好像已经有50多位加入，一起上路，一起出发，一起的读经，一起的习武。那前几天我听到慧明，他告诉我在和平组里面，几位的十多位的长辈也立志在今年要好好的读经和祷告，我心里面听得很高兴，我就跟张牧师马上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巴不得我们可以更多的组团读经。我去小组的时候，我总听到弟兄姐妹有一些说我对圣经不熟，连不晓得怎么翻圣经，或者
讲的圣经他都没读过，其实小组里面很有需要要读经的。所以 我鼓励哈，我们的组长可以 组团哈，在你的小组里面哈，组成一个读经的团。你不加入五十多位这的团没关系，你自己小组里面可以组一个团，大家一起在今年里面读经，可以是一年的计划、两年的计划、三年的计划，把圣经读过一次。在台湾多年哈，我看到教会，台湾的教会有很多 的各式各样的东西，真的是花样百出，花枝招展。我从一个中西部保守的一个地方去到台湾，我简直是大开眼界，原来可以，原来会这样的，我不能说可以这样，我说原来会是这样的。但是我有一次，我们神学院请了台湾的夏中坚牧师，他写了一本书，好像和祷告会有关的，就是很喜欢到祷告会去，好像类似这样的一本书。他在这个我们的院崇拜里面分享，他说到回到基本功，台湾的教会需要回到什么呢？基本功。什么叫基本功呢？就是读经什么呢？祷告，读经祷告。教会再多活动，再多精彩，归根究底，还是教会的基本功学好吗？个人的基本功扎实吗？我们在读经祷告这两件事情，我们练得如何？我发现很多的教会，很多的活动花样百出，花枝招展，最后连基本功也丢了，变成花拳绣腿，只是一些花拳绣腿，没有很扎实的基本功。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今年我们众弟兄姐妹立志要什么呢？这个好好的读经祷告哈。最后我用一个我们都很喜欢的比手画脚的游戏来做结束哈。大家喜欢比手画脚吗？就是我比你们猜了哈。好，我们来玩这个游戏哈。提示是在今天的讲道里面哈。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要如何复兴？菜四个字，菜四个字，前面两个字啊，你们很聪明啊，很会玩这个游戏啊。后面两个字祷告，菜四个字，要复兴的话，回到基本功，读经什么呢？祷告，一同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立志在你的面前，我们个人要好好的读经祷告，回到最基本的、最扎实的。愿你帮助我们在这两件事情上能够有所进步、有所增长。我们也求你继续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出灵性地潮，进入属灵的高峰，与你同行。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曾牧师在我们中间其实已经有差不多快要半年了，好多人已经认识，如果你还不认识，下面我们再一次给大家来做一个正式的介绍。So Reverend Henry Chen has been in the midst of us for about 6 months now, so I'm sure many of us already know him, but if you don't, then we're going to formally introduce him again to you all. 那曾牧师生于马来西亚，大家应该从他的口音也听出来了。Reverend Henry Chen was born in Malaysia, so you might be able to tell from his accent. 那他于1996年于美国罗城堪萨斯州立大学念航空工程学位期间信主。Reverend Henry came to the Lord while he was studying aerospace engineering in Kansas. 那毕业后，他与他的妻子高英娜一起在堪萨斯州威奇达市的 CESSNA 商务飞机制造公司上班，
曾担任飞机设计工程师。After graduation, Reverend Henry and his wife Ines both worked as aerospace engineer at Cessna Aircraft Company in Wichita, Kansas. 我读中文也不容易，我们知道这个很厉害，就是。我们也感谢神，他啊，神的呼召临到了他，他于2007年辞去工程师的职位，到了堪萨斯市啊，开始牧会。We thank the Lord that in 2007 he followed God's calling to quit his job and to continue to serve his church. 那曾牧师他啊。他毕业于堪萨斯市的中西浸信会神学院，取得了新约研究的哲学博士。Reverend Henry received his degree from Midwest Baptist Seminary. Okay, from Kansas City. 那曾牧师分别在台湾和美国的正道神学院担任专任教授。Reverend Henry was a professor at the Lagos Seminary both in Taiwan and America.曾牧师与师母他们伉俪结婚自1999年结婚至今。Reverend Henry and Ines have been married since 1999. 那曾师母生长在澳门，目前在惠顿市的基督教机构，应该是 Mayer Clinic 担任辅导员。Ines is currently a counselor at the Mayer Clinic. 那曾牧师和师母喜欢吃羽毛球、乒乓球、散步。大家可以跟他约起来。Reverend Henry and Ines enjoy eating out, enjoy badminton, enjoy taking walks. 那这就是关于曾牧师的介绍。我相信你们要更多的认识他，可以主动的来跟他约起来。This is a short introduction for Reverend Henry Chen, and I encourage you to continue to get to know him more and to meet up with him. 下面呢，我们请于长老来上台。我们有一个 pledge。And we give this time to Elder James Yu. There will be a pledge of pastor. Yeah, okay. Yeah, 我想我们接下来是有一个誓言的问答。So next we have a time of pledge, a question and answer. Yeah, 我们请曾牧师、曾师母上台。We'd like to invite Pastor Henry and his wife to please come on stage.我想在这边。Hello, yeah. 曾牧师，你开始在教会侍奉时，你按照本地教会牧者所概述的圣经原则的确认，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因此，我们一道努力按照神的方式建立神的国度。基于此，我们将向你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我将用中文提出，英文翻译将显示在荧幕上。So Pastor Henry, as you begin your ministry here in this church family, your affirmation of living out the biblical principles outlined for shepherds of the local church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as we strive together to build God's kingdom, God's way. With this in mind, we will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These will be asked in Chinese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n the screen. 你是否承认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行使监督之责，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为神喜悦；不是出于贪财，而是出于热意；不是辖制监督你的人，而是成为群羊的榜样。如果是的话，请说我愿意。我愿意 ，I do。你是否承认努力做到无可指责，在对妻子忠诚，有节制、自守、得体、好客、善于教导，不酗酒、不暴力，但温和，不好争吵，不贪爱金钱，善于管理自己的家庭？我愿意 ，I do。你是否承认忠实地宣讲神的全备旨意，用心关注自己和所有的群羊，
圣灵已经任命你为监督来照看神的教会，这是他用自己的血所得来的。我愿意 ，I do。你是否承认宣讲神的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常做准备，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我愿意 ，I do。你是否承认忍受苦难，履行福音使者的工作，并尽心尽责完成你的侍奉？我愿意 ，I do。我们一起祷告，愿主赐福你智慧、意向和爱心，使你能够以圣父的荣耀、圣子的爱和圣灵的能力履行你的侍奉。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那接下来是我们贵重的誓言。Next is the pledge of the congregation. 我想请全体会众起立。I'd like to ask the congregation to stand. 曾牧师将担任我们中文堂的牧师职务，对于我们的教会承诺支持，并愿意按照基督身体所概述圣经原则生活，非常重要的。基于此，我将向大家提几个问题。我将用中文提问，英文翻译将显示在荧幕上，请回答，我们愿意。As Pastor Henry takes on his ministry as our Mandarin pastor, it is important for us as a congregation and church family to pledge our support and intention to live out the biblical principles outlined for the body of Christ. With this in mind, I will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I'll be asking these questions in Chinese with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up on the screen. Please respond by saying, we do.你是否承诺为曾牧师及其家人祈祷，并支持他在基督身体中的侍奉？如果是，请说，我们愿意。你是否承诺敬重他在主里的辛劳，在他在你们中间劝诫你们，并因他工作而深深敬爱他，在彼此间保持和平？你是否承诺为他，因为他的工作是配得双倍的敬奉，特别是在传道和教导方面的工作？你是否承诺顺服并与他合作，并因为他在关心你们的灵魂，他必须对此负责？你是否承诺支持他，使他能够以喜乐而不是忧愁地履行这一责任？你是否承诺为他祈祷，求神为他开传道的门，明白他传扬基督的奥秘？我们一起祷告，但愿是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大家请坐。Now let us pray.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Almighty God, you have called your servant Henry Chen to make promises before you. 全能的神，你呼召了你的仆人曾牧师在你面前做的承诺。Now enable him to keep his vows. 我们祈求你帮助他坚守他的承诺。That he may remain steadfast in faith and fruitful in every good work. 并在信心中恒久靠主，在主的工作中结果。Bless, we pray, Pastor Henry, to whom the care of your church, your people in this church is now committed.祝福曾牧师，因你将这教会的人交于他。Pour out your Holy Spirit on him that he may serve with all faithfulness, diligence, and courage. 让你的圣灵满满的浇灌在他身上，让他有信心的、勤奋的、勇敢的服侍你。
Grant him the spirit of power and love and of a sound mind. 在灵里给他力量，给他爱，给他一个判断。Guard him against the snares of temptation, that he may be kept pure in heart, fervent in spirit, and valiant against evil. 保护他，当他受到诱惑时，让他有个纯洁的心，热切的灵，即将勇敢地对抗邪恶。Now as the congregants of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那现在身为活水的会众， may we be steadfast in our prayers for Pastor Henry.让我们坚守在祷告中为曾牧师祷告。May we be faithful to receive the word of truth preached with meekness and love by him. 让我们在信心中接受曾牧师所传导的话语及信实。May we always be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ve of him in his gospel labor. 让我们持续的鼓励及支持曾牧师的福音事工。And may we seek grace for him and serve alongside of him for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good of this church. 也让我们时常为他求主恩，一起服事，为了主的荣光和教会的增长。And together we may you make the ministry of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a means of awakening the careless. 让我们一起在活水福音教会的事工成为一个使初心的惊醒。Strengthening the faithful, comforting the afflicted, building up your church, and converting sinners to you. 使忠心的坚强，使受难的得到安慰，使教会增长，也使罪人回归于你。For you are able to do immeasurably more than all we ask or imagine. 因为你能做过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According to Christ's power that is at work within us. 照着耶稣运行在我们心中的大力。To him be glory in the church and in Christ Jesus throughout all generations. 但愿他在教会中，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荣耀。Forever and ever. 直到永永远远。Amen. Amen. 我们教会也特别为曾牧师和师母准备了礼物。请曾牧师和师母上台。We've also prepared a gift for Reverend Henry and Ines. We asked them to please come on stage. 其实是两个。It's two gifts. 第一个是一个匾额，作为我们跟曾牧师的共勉。First is a plaque. 第二个是个秘密。Second is a secret gift. 谢谢，谢谢。那下面请华牧师上台，我们来一起doxology， 然后并请华牧师为我们祝祷。我们请曾牧师跟师母给我们说几句话，然后再。We have Reverend Henry and Ines to give a few words. Okay. I'll do the translation. Okay. 回想去年八月份，在华牧师和张牧师的邀请下，我以顾问牧师的身份开始在中王堂服事。Looking back on August last year at the invitations of Pastor Hua and Pastor Zhang, I began to serve at the Mandarin congregations as your consultant pastor. 大部分教会的聘牧都像古代的相亲，双方仅见一两次面就决定在一起了。Most churches conduct pastoral search like blind dates or arranged marriage in the old times. They only meet once, perhaps twice, before making the decision. 而我和活水，我们是经过几个月的相处，从相识到相爱，我们是自由恋爱。But with Living Water, we have several months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to fall in love.感谢上帝，也谢谢你们的支持。Thank God and thank you for all your support. 我和师母都需要大家的带导，请大家继续用祷告托住我们，谢谢。Ines and I need your prayers. Please continue to live us up in your prayers. Thank you. 今天的三一颂我们要唱得更好听一点啊，大家起立。
赞美真神万福之恩，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The grace of the Lord,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Holy and the comfort and the fellowship of Holy Spirit be with us all forever and ever. Amen. Please be seated. 默祷，散会。